这个大陆高校师生访谈，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，您怎么评价这次那个访谈之行？我想这次的访问完全超过我们的预期哦。那尤其是大陆同学这几天在台湾哦，不管是到哪个地方，我们台湾的民众都热情的欢迎他们。他们收到的这个礼物哦，包含一些食物啦，或者是一些茶叶啦，都超过他们的行李箱的负载。好，那我想不只是这个物质上的，心灵上的这个收获更是满满哦。那昨天在花莲哦，在太鲁阁，晚上到九份，商家都热情的招待他们。吃东西，吃一些那个芋圆啊，这些小东西，我觉得对大陆同学来讲哦，这个体验绝对是他们这一生很珍贵的体验。那尤其是在两岸已经这个冰封了七年多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次大陆同学来访，应该可以视为一个新的阶段。那我想，我们还是呼吁哦，这个两岸的政府能够尽速的让两岸能够恢复正常的交流，尤其是年轻人的交流，绝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开始。嗯，对。那今天马英九基金会的那个学生们，就是交流一些什么主题？我想，我们今天大九学堂的同学哦，几乎三月份跟马总统访问大陆的同学都有来，所以我想很鼓励他们。第一个就是有跟着马总统去访问大陆的台湾同学，能够分享一点他们在大陆的一些想法。那刚好这几天大陆同学来了台湾之后，有一些这个感触，我想鼓励他们就这个方向啊，大家来交流，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。其实想这一趟说是单纯的文化交流嘛，不过外界还是有一些批评的声浪哦，说学生还是使用了一些政治性的语言，比如说要恢复这个两岸什么中华民族复兴等等的。那外界批评说这是统战团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心里有政治哦，看到的东西都是政治。我很遗憾，这个民进党的政治人物，这个不但是非常的狭隘，而且还将这个文化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历史的一些连结哦，居然把它矮化成统战，我觉得这是台湾人不能接受的。我也讲过了，这是侮辱台湾人的智慧。事实上，这几天，大陆同学所到之处哦，台湾老百姓给他们的绝对不是民进党那些明代表达的出来这么狭隘，大家都是用最真诚、最温暖的这个姿态在欢迎他们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民进党在要用这种政治性的语言去继续的攻击哦，台湾人不会接受。那有郑大生就是参与交流之后，他觉得说时间太短，然后他觉得学生在里头有点像当工具，因为陆生的回应都比较官方。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是多元的社会哦，有这样的意见哦，我也不足为奇。但是我已经讲过了，交流是不拘形式的，如果一定要规定什么样的形式、什么样的这个交流的所谓的样态才是让人满意的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不是多元性的一个观点。所以我们尊重这样的看法，但是我们更珍惜哦，这个陆生这几天来跟这个台湾民众、跟台湾同学不拘形式、自然坦诚的交流，我觉得这个比正襟危坐的去辩论一些什么议题还要重要。两岸现在最重要不是辩论，而是交流，而是让这个两岸的同学、年轻人自然而然的融入。哦，所以对于您刚刚讲这个，我有看到，我是尊重这样的看法，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台湾多数人的看法。经常会觉得说被说是促统方很冤枉吗？你这个我还是在想哦，这个我们是交流，是化解双方的隔阂，是帮助这个两岸能够走向一个更稳定、避免战争的一个方向。那如果讲成促统哦，那我觉得只是说这个是黔驴技穷啊。民进党的政治人物还要用这样的一个统独的框架，或者是一些政治性的攻击哦，我觉得他们路会越走越窄，那这对两岸、对台湾是绝对不利的。执行长提到说，下一次也希望陆生可以继续来，那有没有计划说下一次可能会用什么样的形式来互动？我们希望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交流，哦，不只是台湾同学去访问大陆，大陆同学也来访问台湾。这样的形式跟这样的安排啊，我觉得是很符合目前两岸特殊情况之下我们的一个突破，所以我们很希望明年有机会我们再来办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
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，有额外的折扣。